是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你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这样演出挺不适应的。大家好，我是张伟伟，很高兴来到一席做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容美发的题目。那个开个玩笑啊，今天演讲的这些演讲者都是社会各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在这里向他们致敬。我也没吃上豆腐。然后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手风琴这个乐器的故事。我的第一台手风琴是我父亲给我的，是一台国产的红色手风琴，生产于1974年，比我大2岁。1999年，21世纪即将来临，
我那时候在北京，就是在弹吉他。当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当时的北京吸引着全国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那时候北京各种风格的摇滚乐队像雨后春笋一样。然后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然后穷得叮当响，却满怀激情地做着摇滚梦。但是有一个乐队改变了我的想法，这个乐队是野孩子乐队。野孩子乐队是来自兰州的一支乐队，他们是我在兰州的音乐前辈。他们很早就去了北京，当很多乐队还在埋头研究西方摇滚史的时候，野孩子已经剪掉了长发，开始用西北人的口音，西北人自己的音阶唱歌了。我那会儿几乎野孩子每一场演出我都会去看，然后除了看演出，我还去看他们排练。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就索性搬到了野孩子乐队主唱小索的家旁边，跟他们住在一起，向他们学音乐。如果你的愿望足够强烈，那么真的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有一天，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张圈和小索来到了我的小破屋里，跟我说野孩子乐队要扩大编制，需要一个拉手风琴的人，问我会不会拉手风琴。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说会啊，当然我其实根本就不会。然后张全和小索给了我一张 CD， 那张 CD 是澳大利亚乐队 Dead Can Dance 的专辑。他们说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演奏曲，让我用手风琴把这个曲子练下来，然后跟他们排练。他们走了以后，我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一个月以后，我父亲就把那台大我2岁的红色国产手风琴寄到了北京，就是这台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学过几次手风琴吧，然后我的手风琴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群艺馆的文艺干事。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曾经是我们那块工厂宣传队乐队的同事。我父亲吹单簧管，我的这个老师拉手风琴。后来工厂乐队解散，他们俩一个调去了琴艺馆，然后我父亲调到了学校教音乐。我现在还记着我当时和我父亲去学手风琴的场景。我父亲推着28自行车，背着那个手风琴，然后我迷迷糊糊地坐在那个自行车的后面。然后当时对于我来说，手风琴实在太大了，然后我抱着他那个手风琴，风箱就正好到我下巴这儿。然后兰州有一句话就是形容这个来的正是时候，这个状态就是瞌睡遇着了枕头，就是普通话就是瞌睡遇着了枕头。然后抱着手风琴，下巴往风箱上一放，就真太舒服了，我直接就睡了。然后手风琴老师不断地把我叫醒，他让我去用凉水洗脸，然后又让我绕着花池跑步，反正他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把我叫醒。三节课以后，这个手风琴老师给我父亲说，你这个孩子呀，恐怕不是学音乐的料。然后我父亲脸色阴沉了几天，我的手风琴课就结束了。这张照片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父亲的合影，在他们学校的乐队里面。然后中间这个萌萌的小孩就是我，后面的是我父亲，在下面拉二胡的那是我姐。然后你们可以从这张脸上看到那种昏昏欲睡的气质。我父亲他们那代人对手风琴有着比较特殊的感情。50年代斯拉夫的很多民间歌曲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新内容，和手风琴一起传到了中国。然后斯拉夫人的那种奔放深情的那种旋律，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梦想，彻底的把这个农业大国的年轻人征服了。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在工厂宣传队的时候
有一张照片，然后可以给大家看。然后这个乐队就是那种国际共产主义风尚的产物。最后面呢，你看那个人在打的是新疆的大谱，旁边有 double bass， 有小号，然后正中间第一排正中间吹的是竹笛，我父亲在内侧吹的单簧管，我的手风琴老师在那边是拉的手风琴。这乐队就现在看其实还挺时髦的，像一个那个吉普赛乐队。我父亲也会拉手风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教我。然后在他的理论里面就是父不教子，父亲不教儿子。然后我小时候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慢慢的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父亲是担心他对我狠不下心来，不能做到真正的严厉的管教我，害怕耽误了我的学习。然后我家的那个手风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的我家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见他在我家，那个小时候我觉得这个手风琴挺有意思的，那么多黑白键，像是一个能发出音符的打字机。然后我小时候听相声，侯宝林的相声，侯宝林在相声里面把手风琴比作松紧琴，就像松紧带一样的弹来弹去的琴。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的手风琴老师是侯宝林的话，那我可能上课就不会睡着了。我父亲他们那代人对待音乐特别的认真，我记着我小时候，我父亲从学校回来吃完饭从来不看电视，也不参加我们的娱乐活动，尽管我们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在火炉上烤烤花生，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就是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要么就是在五线谱上抄乐谱。现在放的这些照片就是我父亲手抄的乐谱，就是大家可以看看，特别的，反正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每回看到这些乐谱，我就对他们那代人充满了崇敬，看着这些乐谱我就想起了我家炉子上的花生，还有我父亲的身影。我在手风琴课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低质和昏沉并没有改变我爸对我的规划，他后来又陆续教了我很多乐器，教了我单簧管、钢琴、萨克斯、小提琴等等等等，反正我也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最后我父亲如愿以偿，顺利的把我送进了一个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并且特别荒诞的主修作曲。然后那个学校里面就是所有的学生都要选修一个乐器，然后很多人都选修了手风琴，然后他们可能觉得非常简单。然后开学了以后我就崩溃了，就是来自甘肃各个部落的姑娘小伙子们抱着手风琴特别天真的拉着那种儿童歌曲，他们的第一个曲目是那个就是社会主义儿歌小松树，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当滴答当。然后我一看我就崩溃了，然后我选择了跟我父亲一样的乐器单簧管。然后我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我拎着单簧管走进学校，他觉得我走上正道了，我也觉得我可能就走上正道了。但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来自河西走廊的青年结束了这一切。然后那个河西走廊来客是通过朋友到我们宿舍来借住的一个人，然后他住在我们宿舍里，然后我看着他我就被他吸引住了。然后他骨瘦如柴，穿着件军大衣，背着一把吉他，然后那种发黄开叉的长发遮住他那个疯狂的眼神。然后我在之后的一个礼拜就每天晚上和他喝酒，然后他也顺利的对我完成了摇滚乐的洗脑再教育，然后我就结束了正路，跟着他学起吉他，开始梦想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
给大家唱一个社会主义歌曲啊。小松鼠你快长大，绿树叶发新芽，阳光雨露哺育着你，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小朋友你快长大，穿新衣戴红花，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你，快快长大快快长大。1999年，21世纪马上就要来临了，当年的小松树也长大了，住在北京郊区破旧的小平房里，几乎骨瘦如柴，然后也留着一头发黄开叉的长发。我父亲的手风琴寄到北京以后，我靠着小时候学过的那一点儿钢琴基础，然后练会了那个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然后我就去找野孩子乐队排练，排了几次以后，乐队就通知我，我可以参加他们的一次演出，就这样，我的首演就到来了。那次演出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面的一个小酒吧里，当天的演出人很少，然后那个曲子也非常短，也就3-4分钟。由于紧张过度，我一上台，眼前就是一片白光闪过，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恢复了心率，调好焦距，睁眼一看，演出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野孩子乐队还是接纳了我，我成为了野孩子乐队的成员。也从那天开始，我走上了演奏手风琴的道路。下面给大家唱一下啊，不是了，弹一下我的首演曲目，我学的第一个手风琴乐曲Dead Can Dance 死之舞。死之舞。自从我拉上手风琴以后，然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乐器。就是在以前我想成为摇滚主唱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就是在我们当时那个有限的认知里面，摇滚乐手、摇滚主唱总得有点神经质，那个什么敏感、另类或者变态等等。然后我那时候看着我自己，真的实在太正常了，从里到外找不着任何可以和这些词儿关联到一起的。然后拉了手风琴以后我就舒服了，你看这个乐器它就是这么平和舒缓，那种流淌出去，可以说是手风琴改变了我，或者说是我用手风琴
重新找回了自己。我开始拼命地寻找跟手风琴有关的一切，那些欧洲的和手风琴有关的电影，或者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的电影，从里面学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音乐。慢慢的，我发现手风琴就像是一个朋友，他带着我去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世界的那部分。2003年，我加入了一个新疆的哈萨克乐队，这个乐队叫 IZ 乐队，是哈萨克的一个特别优秀的音乐家马莫尔的一个乐队。然后为了更好的学习民间音乐，我就去了新疆。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就听朋友说，在伊犁有一个俄罗斯人，他收集了800台手风琴。然后我在新疆辗转2个月，去了北疆，然后两个月以后，我到了伊犁。一到达伊犁，我就找到了这个俄罗斯人，他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个白俄罗斯人，然后据说他的祖辈是因为俄罗斯战火，然后带着全家人迁到了伊犁。然后他在伊犁有一个小小的乐器修理店，他过得不太富裕，但是他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收集手风琴和喝酒这两件事上。然后我听朋友说，他的手风琴一台都不卖，然后我尝试了一下用我们金钱去诱惑他，用人民币去诱惑他，然后果然没有成功。然后我的一个哈萨克朋友跟我说，说你不能买，你得跟他喝，狠狠地喝，喝醉了管他要，他给呢。然后我根据这个朋友的指导，就去跟他喝，喝了2次就失败了，因为每一次人家还没进入状态，我已经喝昏迷断片了。所以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他的店里去欣赏这些手风琴。亚历山大特别好，每一次我去，他就拿手风琴给我拉几个曲子，就是这个场景。他这个手风琴贝斯只有3个键，上面键管一个小铃铛，下面键管一个小铃铛，拉起来叮叮叮的。然后我站在他对面，他有点斜视，就是一个眼睛往这面看，一个眼睛往这面看。然后我坐在他对面，我就有点迷幻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什么。然后那个铃铛那个叮叮叮的声音，手风琴曲子，还有亚历山大那个难以捕捉的眼神，还有背后那一片手风琴，然后我就觉得我像是站在2个世界的边界。他拉手风琴曲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些手风琴，800多台手风琴，那些手风琴有欧洲的，有东欧的，有高加索、西伯利亚、俄罗斯、中亚各个国家的，都是他收集来的乐器。我看着那些乐器，觉得那些乐器就像一个一个的跨越时空的游吟诗人，他们穿越了那么多的地方，那些美丽而疯狂的土地，然后来到伊犁。他们在一路上，在酒馆里，在路边，在深夜，在每个人的手里，他们记录的是那一大片地方无数人的爱恨情仇。然后下面我给大家再拉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我在伊犁学的一个曲子，这曲子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塔塔尔族的歌。塔塔尔族是新疆特别少的一个小民族，然后这个民族是新疆唯一一个以手风琴为传统乐器的民族。这首歌被一个哈萨克的老太太用冬不拉改编了，然后我用冬不拉和这个哈萨克老太太学会了这个曲子，我又把它改到了手风琴上，给大家弹一下。这个歌叫《驼铃》。
柏林。然后给大家介绍今天给我弹伴奏的乐手，萨尔，他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然后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音乐人，今天委屈他坐在那儿给我弹伴奏。今天早上我们来调音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突然想起这首曲子了，他的妈妈小时候就听这首歌，然后我们一路聊着这个歌聊回去。这首歌他说这首歌不叫驼铃，叫眼睛。这个歌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聚会，然后每个人即兴往里面填词，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所以我到今天还是不了解这个曲子。我觉得这就是民间音乐的最大的魅力所在，它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从来也不记谱，每一个得到它的人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演绎它。所有的民间音乐都是这么流传下来的，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民歌其实就是无数人在几百年里面的一次共同创作。我在新疆或者在好多地方，或者跟着 CD 跟着电影里面的插曲学了很多这样的小手风琴曲，很简单，都比较简单，但是我特别喜欢他们，他们每一首曲子都见证了我的一段生活。我从来也不练这些曲子，每回拉起来弹起这些曲子的时候，感觉那些生活就又回来了。我相信这些曲子会带着我的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陪伴我一生，这是我觉得这些曲子对我的意义。我父亲当初把手风琴寄给我的时候，还给我寄了很多乐谱，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这都是我父亲年轻时候用过的乐谱。我觉得他们的封面都特别好看，字体颜色都特别漂亮，我很小心地保存着这些曲谱，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练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曲谱。对于我来说，乐谱就是人和乐器之间的障碍，我一定要越过这些障碍，因为我要和乐器一起生活，我们要成为朋友，可以聊天的朋友。失败的摇滚主唱有了自己新的样子，我拎着装着手风琴的棕色皮箱走在北京的夜色里，在野孩子拉着西北音阶，然后和稀奇古怪的青年在舞台上玩即兴，也给歌手做过伴奏，给摇滚乐队做过伴奏，然后又在不同的酒桌上拉着手风琴喝酒唱歌醉倒。刚才那张是和万晓利，然后下面这张是小何、张卫，然后这是北京的何酒吧。2002年、2003年，我基本每天晚上都在这个酒吧里面玩即兴音乐。我不知道我父亲把手风琴寄给我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从小他就希望我走上音乐之路。我真的走上音乐之路了以后，他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刚开始他是批评我说我们的音乐颓废反动曲式混乱，后来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我应该放弃音乐，我应该务实一点，我应该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我刚开始还跟他辩解，后来慢慢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其实我很理解他，他经过了梦想变成荒芜的那种苦涩的岁月，他其实年纪大了以后他担心我走到他的老路上，可是那条路早都已经安排好了，在冥冥之中我注定要走到那条路上。前年我们在兰州有一场演出，那场演出挺好的，在兰州的一个大剧院里面，我给我父亲留了很好的座位，我请他来看演出，然后演出快开始之前我才知道他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回家，他最后没有进到那个剧场里面。那场演出结束后两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我父亲去世了以后，我陷入了那种前所未有的愧疚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曾经让他感到骄傲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辜负了他。我难受了很久，后来我慢慢的想明白了，我和我父亲其实是互为彼此的人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生。我从来没有按照他预期的那样去做音乐，但是他在写字台前抄五线谱的那个身影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每次我一个人在家练习乐器的时候，那个身影就会从我的脑海里面升起来。我相信那个时刻就是属于我们的永恒。我现在40岁，我还没有孩子，有一天我可能会有个孩子，我有了孩子也许我也会给他教手风琴。如果我要给他教手风琴，我会这么介绍这个乐器：你如果选择了拉小提琴，那么在你练习的前一个月，在别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电锯。但是手风琴不一样，你什么都不用练，你只要轻轻地按下一个键，发出来的就是手风琴的标准音色。这个音色温暖美好，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声音。下面我们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台湾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我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父亲。人在青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好老师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非常幸运，我的父亲不但是我的父亲，他还是我一生的老师。我没有成为他希望的那种音乐家，到目前为止，我给我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走江湖的艺人，但是我非常认可这个身份，而且我觉得我很快乐。我也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这个快乐，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可听到鼓声，我的心情就快活，翻过了 一山又一山，唱出我用心的歌声。只为刮下莫管老天也是红太天，还是走江湖的阿爸你干也未知娘，还是阿瓜头亲家打拼，莫管老天也是红太天，还是走江湖的人。那天就刮下我心情的愧望，转过来再有一年跳路万用心去为刮下，那天就刮下我心情的愧望，转过来再有一年跳路万用心去为刮下。
可否会听到，听到我用心唱的歌声？不管刮风天还是下雨天，我就是走江湖的艺人。阿爸，你可否会知道，知道我用心的歌声？不敢来耽搁，当作是承诺，想起你哭不出声音。可听到了鼓声，我的心情就快活，翻过来一扇又一扇，唱出我用心唱的歌声。可听到了鼓声，我的心情就快活，翻过来一扇又一扇，唱出我用心唱的歌声。可听到了鼓声，我的心情就快活，翻过来一扇又一扇，唱出我用心唱的歌声。可听到了鼓声，我的心情就快活，翻过来一扇又一扇。唱出我用心的歌声。谢谢大家，再见。